国之春。北国之春这首歌呢，是在形容一个人，每个人离乡背景都会有乡愁，我们的思乡之情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的演出人员有我们的 A 组郑于山、刘亚芬、谢耀聪、谢清安、黄慧玉、杨金颖、陈丽颖，以及我们的 B 组人员谢琼轩、刘心怡、蔡淑梅、谢秋玲、黄慧娟，以及我们的声谢春生，还有我们的打击乐王子燕，还有我们的带领老师，我们的林玉婷老师，一起来带领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北国之春》。